有传出说可能齐宏今天晚上可能有求婚的打算，你对于这个媳妇有什么看法？我们都还不熟哦，但是人家的女儿我们很尊重哦，啊，我必须要求自己小孩先专心，就把球事打好再说啊。其他因为他都30岁，自己可以做主，尊重他们。这一次在奥运之前，他们两个讲开了，包括我看不知道是谁记者就问，对对方最讨厌的麒麟罗讲出来，没事翻白眼，没事会念，有没有？他们把这个都讲开，再加上李阳说他是最后一次，他要孤注一掷，所以我就再看他们的表现，心理素质、速度、技术。哦，都可以训练，心理素质是必须要自己来啊！我看到他们心理素质又恢复，我就在私下就跟说，奥运金牌的实力又重现，所以我会淡定笃定是这样子。今天晚上会有幸运小孩吗？还是喝啤酒？只要喝为台湾拿金牌的金牌啤酒。羚羊怎么可以麒麟？这个时候绝对双打是一体的。羚羊加油，台湾加油，为台湾争光，谢谢。有传出说，可能齐宏今天晚上。求婚的打算，你对于这个媳妇有什么看法？我们都还不熟哦，但是人家的女儿我们很尊重哦啊，我必须要求自己小孩先专心，把能够为台湾就把球事打好再说啊。其他因为他都30岁，自己可以做主哦。你们都我会让这个尊重他们是。哦，但是你今天有没有想说要跟麒麟打气说一些话？这个比赛前我都不要干涉，好，包括家兄已经从英国赶去，本来说要到先手村，我也找到那个办事处，因为办事处那个主任叫吴志忠，是我们以前东吴的同事，我就说赛前都不要，赛后再帮我安排他们见面，这样，所以我赛前都不会跟他做任何的接触，是。爸爸可以分享一下，今天早上是特别去爬七星山？不是特别，其实，在上一届奥运之前，自己就一直有个住院，那时候我就是每个礼拜不礼拜六或礼拜天闲一天，几乎连台风连光下我都上去，所以一年52次，大概2年就100多次啊。好，然后他拿到奥运之后，后来因为疫情，我从四星山社是我们那个时候创的，那我就很喜欢爬山，那所以因为七星山是台北市最高峰。麒麟是台北市出生的，所以我希望他到最高峰啊，他也都做到了哈。那个时候我就天天每个礼拜前一天爬上七星山喝台湾金牌哦，因为他名字取得好，他说台湾金牌，我就希望他能够为我们拿第一个金牌。结果他也做到了。之后因为疫情关系就他有禁止进去，然后我才稍微断。可是我爬山一直没有断，包括我家后山的内湖的那些山，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啦哈，就是我的例行都有。那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他经纪人在上一届也是就是要冠军赛的早上，我们也是这样约着。今天有他的经纪人，我是一个三社的同学，还有一个这个我每次都开玩笑说小三有，他是登山的这个朋友 HP 的，跟我们一起上去。结果那上面已经很多人，因为那个 Garmin 在办三进三出，那个七星山从那个苗圃进，然后从小油坑出，从小油坑进，从那个冷水坑出啊，所以就是他们人就很多，就跟我们一起庆祝，是啊。爬完山上午还可以打球吗？你只要持续，人是动物，只要持续运动，不累。其实有很多山友也跟着你一起喊加油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是那个，因为经纪人在，本来我几乎每个礼拜上去，我都是尽量低调了哈。每次他们笑我说你低调才怪，我说我高调天天那个。结果经纪人去，因为他要有个他自己要拍那个嘛，他就有跟人家讲，啊一讲，因为这一阵子大家在这个奥运那个比较闷嘛，啊大家觉得很有希望，结果就整个就嗨起来，对。那个影片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对对对，很感人。那可以问一下，就是有酸民去私讯李阳，然后有这部分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委屈或者很生气？他们其实李阳打得很好啦，哈，没有一个球员说想败的，想这个一直输的。那我那这个昨天也讲过，我本身是为了小孩，我去考了那个羽球的B级教练。
密集战我没有实际教球，因为他会在那个过程中他会教你禁药啦、国际规则啦。今天就有记者问说他们今天穿什么衣服，我说因为他们排名比较后面，是对方决定，对方决定什么衣服以后我们要跟他不一样的，所以他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。好，那这是国际赛的规则，类似这个我都是这样去学来的。我学的目的，所以他们是不懂，酸民不懂。那我要讲的是，人家辛苦在打双打哈，绝对有很多外援。那个你们那个缘写错，缘分的缘才对，外援因素就外在因素去影响。所以双打我说过，一加一不等于二，搞不好等于一，等于一以下，也可以等于三。你如果配合的好的话，所以是因为很多外援因素所造成他们没有成绩，哦，绝对不是他们故意的。但是他们两个实力一直都在，两个自我要求，尤其那个李阳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正常，反正我小孩生活比较不正常，但是他自我的要求很大。他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好处哦，什么？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时差，他随地可以睡，随地可以，这是他的特点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在奥运之前，他们两个讲开了，包括我看不知道是谁记者就问，哦，就讲这个对对方最讨厌的麒麟楼讲出来，没事翻白眼，没事会念，有没有？他们把这个都讲开，再加上李阳说他是最后一次，他要孤注一掷，所以我就再看他们的表现，心理素质，速度、技术，哦，都可以训练，心理素质是必须要自己来。啊，我看到他们心理素质又恢复，我就在私下就跟说，奥运金牌的实力又重现，是，所以我会淡定笃定是这样子的，是。对于就是看到儿子现在这样成就，有什么想法？嗯，这两个小孩绝对是我们两个家庭、两个父母的最大骄傲啊！我也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台湾啊，我们炎黄子孙在台湾的奋斗不懈，然后能够让国际看到。然后也希望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所有能以他来共同享受这个荣耀，是。他们今天成功，就是连续拿到两次金牌，不会是成为最后的世界。现在已经是了，不需要那就是只有这个锦上添花。现在已经是了，他们已经给我们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了，是。好吧，今天晚上要怎么看比赛？就是到那个听说。有安排在火北车那边，然后听说院长会来，我不知道，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吃的或什么？没有。他们那边准备了，听说那个准备了两箱，但是他不能随便发，变成说让他们去处理，我不管啊。这我一向尊重专业哈，像昨天有人问什么那个转播权的问题什么等等，这不是我的专有，就但是我相信老百姓有什么不满不如意的，你政府就自己去解决去沟通啊，我尊重你们的专业处理，这样，所以我不会表示什么意见，是。谢谢，可以了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可以哈。这边是王麒麟小时候练球的地方，是他就等一下你们上去那个场地就是，从小到大，只是地板改掉了，地板本来是那个榉木的，他现在全部改成 PU 的，就是因为改 PU， 所以我们七月就没打，是这样子，是，对，好，那所以你们自己商量，我说那个是公开场合都可以去，好，只是我们在跟他租了，当然就是先尊重这一些球友，好，你们就可以自己。就从那边，好，反正不急，你们让我们去换好这个装备什么，我们再打，你们再拍就可以。那保安，你可以帮我们再喊一次加油吗？把你衣服有穿特别，对，没有啊，这个就是你有烟，那个是全民语学，他每年一个是办青春杯，一个就是。那今天晚上会有幸运小物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会穿什么带什么幸运小物去比赛吗？还是喝啤酒，只要喝为台湾拿金牌的金牌啤酒。帮我们看正中间这边，喊一下，可能麒麟、羚羊，怎么可以麒麟？这个时候绝对双打是一体的。OK，那就麻烦您，谢谢。一二三，羚羊加油，台湾加油，为台湾争光，谢谢。